你跳哪呀？跳你心里呀、啊！啊？我心里吗？已经有人了呀。那我要把他踹出去。你好坏哦！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哎呦，兄弟，不错哦，兄弟。还好啦。兄弟歌手啊？不是呀、啊。不是鸭，应该是鸡吧？嗯、啊。我认识你啊，你是那个主播李婷是吧？我只有看过你的视频、啊、真假？你认识我吗，兄弟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你哪里人啊？广东的、啊，广东的。哎，广东人是不是？哎，广东啊，你讲咩？但是我不会讲广东话的。这是哦。哎，你是不是台湾人假装广东人？肯定不是啦，你听我口音像台湾的吗？我不知道。不是了啦。你别骗我了啦。不骗你了，你骗我，你就要知道你读书少，不骗你的。你骗我，你就要亲我一下。嗯，好的，好的呢。嗯啊，五星好评，宝贝。好的。哎，你会不会把我当素材啊？如果我把你当素材，我就亲你一下。真的吗？对啊对啊，我不随便乱亲人的啊。好的，我相信你。啊！啊，感觉到了。我接受你的亲。可以。你的吻。给我一个吻。可以不可以？吻在我的屁股上。为什么一定是屁股啊？どうしたの？口头话路。哦，你日文厉害，很厉害的感觉。日文很厉害吗？对啊。死狗！我就说了一句，你说我厉害，啊、你骗人。红豆，你死狗一枚。乌索斯基，有来我！哎哎，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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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来了！哎，能救一下吗？二号，再帮他一下，帮他一下。走走，我们过去过去。二号不要慌哈，不要慌哈，二号。啊哈啊！嗯、啊，他好强哎、欸！啊，是你太弱了啦。才不是的，哼！我也很弱，我也很弱。没事，我们天生一对。Hello，Hello。哎，你刚刚去哪？我刚掉线了。你是不是想我了？对啊，才分别了2分钟，我就想联想到不能自已。那我再给你2分钟。让。那、啊、你跳哪里？你来定吧。季节成冰。去祭坛，我保证我们四个人最多能活着出来一个。真的吗？如果说四个都活着出来，我就把你们全杀了，杀剩我一个。嗯，你好坏。嗯、啊。You bad bad， 你太坏了。すごいね、兄弟。すごいね、そうですね。靠呀，楽しいですね。妈的，回个消息我飞错了，我操！哎，你是不是不想死啊，一号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搞回微信呀、啊！我操！你骗了信息吗？脑袋大了八大个网，掉了八大个网，网大个。不好意思，我把你补了。我想活下去，所以我把你补了。我凉了，兄弟，拜拜。什么叫祭坛嘛？哈，谁叫你那么菜？那你知道我菜，为什么要跳祭坛？不是我标的 啊！哼，那你为什么不阻止他、啊？哦，嗯，人家想看你躺地板。哈哈，那我这样就可以专心跟你说话喽。对啊，你看我打，好吗？计划通，计划通。好的，好的，我看你。你看啊，看一下这波操作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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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Hello，Hello。哦，你的双马尾好好看哦。对啊。我本人。
道歉的兄弟，厉害厉害。哦，没了、欸，还有人呀、啊？没了，直接死。哎，好强哦你。对呀、啊，怎么办？你为什么量的那么真实？因为我这个游戏好像前天才刚买的。你不要骗我啊！没有啊，没有，我到现在才玩了十个小时左右吧。你再骗骗我？没有骗你啦。你再骗骗我？你再这样说，我生气了哦。你生气会怎么样？嗯、啊？那我就亲你一下。不行，行吗？不行，可以舔，不能亲。舔，佩罗佩罗，佩罗佩罗是什么？那不是日语里面的舔吗？哦哟，哎、欸，日语真的很强哎、欸。那肯定啦，因为我你俩要把我恶心死吗？不对，日语很菜的。那僕の愛、僕の愛欲しい。僕の愛欲しい。嗨。刚那句话意思是我的心要吗？是吗？我的爱要吗？我的心想要吗？我的爱要吗、哦？我的爱要吗？对吧？还是说你日文水平很好、啊？学了大概三四个月吧，现在。为什么？都是这样的。因为大一上学期只有四个月啊。哦，你还学生而已。操，还在上学吗？对的。对的，学上学，大学一年级。我、哦、一号好强，卡酷伊，酷伊呢？差一点真实，他不稳，还行啦，比我厉害一些。哎，你怎么玩双排啊？因为我想。独占你，哎呦，甜蜜双排哦，不错。哎呦，可以哦，蛮屌的哦。一年，你好可爱，怎么讲？怎么讲？你好可爱哦。卡哇伊点点不行吗？卡哇伊点点。啊，谢谢，我真的可爱。哎呦，干嘛又套路我？让我说出这些违心的话，好难受啊。不要怕啊。多尝试几次就习惯了。标点标点啊！你喜欢刚还是怂啊？我喜欢怂。其实先刚也会怂，不是也会死。嗯，马上没事。我们跳摸奶，你喜欢摸奶吗？喜欢啊。这个就叫摸奶，看它英文念一次。摸奶。可不可以用正经的方式念一次？啊，正经还不够正经吗？你那个太正经了。哇，竟然有一组，哎、欸，他跟你抢同一栋，你速度跟他差不多，就在同一栋。那我拿把枪，不要慌。啊，你吓到我了。啊，你不要慌啊，不要慌。哇，看到我脸上。W 别补啊！妈，王八蛋想补，想补啊！先救你。后面，他过来了。快的，嗯，过来了。耶，干！耶！哎，我死的好惨哦，差一点，好可惜。再一把好不好？是游戏，再一把嘛，可以，再一把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帮我按个赞，也可以到 Twitch 实况这边跟我做一个及时的互动。最重要的是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你的小铃铛，你就可以得到我发布影片的第一手通知哦。那我是李听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